是肉夹馍，这个肉夹馍饼皮拿回家放平底锅里面加点油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里面搭的是外婆菜，然后这个是昨天剩的那个林家炒鸡蛋，林家韭菜炒鸡蛋，夹在里面一起吃的。然后夹起来就可以吃了，夹什么都可以，反正自己喜欢炒的什么菜啊夹在里面吃都好吃。鲜活的马贝，这隔水烫了一下，隔开水烫了一下手。又嫩又甜，
蘸的芥末酱油，有点辣。这个真的好好吃，很像那个北极贝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吃过内脏了，这个。